跟住同埋呢個幾多號啊？呢、這個幾多號啊？22啦，跟住入埋白色，你入白色啊？十號36啊6。就咁撳一下得㗎。係啊，撳完撳滿入。20同埋7號。咁如果要換人咧？換人撳翻個人名換出咯。跟住再揾人換人。好，266 turnover， 跟住黑色四號 steel， 偷波左上角，跟住四號助攻，黑色四號助攻右上角，係啦，撳咗 number 再撳。呢個兩分鐘係冇噶嘛？兩分鐘係我撳嘅，唔關你事。我全部撳插入啊！係啊，跟住你撳啦。唔係，你唔好搞。你撳白色七號防守籃板先。防守籃板。你就係聽到我講咩，你又撳咩咯？我唔使咩都唔使撳呢度。係啊係啊，你唔好搞下邊咯。跟住黑色11偷波。好，跟住七號失誤，好響。開聲防守喂！66 turnover。咦？唔係喎，係啊係啊，66啱啊。20號防守籃板，你識㗎啦。喂，冇咩事啊？佢哋開翻波啊嘛，冇事。啊！佢唔係 turnover 咩？邊度 turnover？ 12 turnover。俾人拍出界喎，咁咪繼續咯。失波唔計咩？冇傳出啦，邊度有傳出啊？10號進攻籃板。跟住30進攻籃板，十號進攻籃板，30進攻籃板，係咪輕鬆咧？66籃板啦，防守籃板，係啊。30 turnover， 7號 steal， 慢慢嚟。30失誤，7號偷波，跟住11助攻，黑色。上手啦，已經。66防守籃板，下一位，七號出失誤。
廿二進攻籃板，白色羅六犯規，個人犯規左下角。十號防守籃板，黑色四號失誤，白色三十偷波，左上角。我想講江之喬個 story 嗰個係咪梁仲軒嚟？係啊。三十進攻籃板。咁嗰只咁熟口面啦、啊。十號進攻籃板，白色十號助攻。佢是祖仔嚟噶，唔知。黑色七號失誤，白色三十偷波，黑色七號犯規。我記得佢係幫我哋吹噶咯。係啊，有噶啦。佢係 nice 噶，但係。佢 nice。吹得好咯，個都見，個個見到佢話：，比我之前吹過我，個個都係咁，唔使擔心，你唔係第一個。覺得佢吹得幾好喎，佢。你都唔會係最後一個。我真係可能係最後一個喎。你唔會啊？都話個個見到佢都話：，之前俾你吹過，你點會係最後一個呢？我可能是最後一場俾佢吹嘅咯，即係學界。佢都冇做學界啦。佢兩年前就係吹我咯。三十犯規，白色。二十進攻籃板，跟住二十 turnover， 唔係廿二進攻籃板，廿二。進攻籃板，我嚟我嚟我嚟。六十六進攻籃板，係咪？點解你成日都冇錢㗎？我都唔知咯，因為成日每個都用突啦，跟住就要找卡數咯。咁點解會用突㗎？量入為出啊嘛，好似我咁。因為我係賤人，我係垃圾。邊個係你啊？我都有痰。篮板，跟住三十 turnover 七号 steal。你不如你话我知啊，好冇？你真系话我知噶喎。好啊。呢个够唔够？
你話啦，你唔好話計唔計啦，你全部都講啦。29防進防進防守籃板。你直接講籃板啦，唔使分啦。分梯你解唔掂。時間剩餘30秒。邊個助攻啊？啊！時間10秒。